我很好奇婆婆家经常做饭，怎么一只蟑螂都没有呢？婆婆说她囤了很多这个蟑螂魔盒，在厨房放一个，客厅放一个，洗手间放一个，一只蟑螂都没有。它是植物提取精华，无气味去蟑，家里有孕妇小孩的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蟑螂臭虫也不用怕，而且一瓶可以用4个月，就算魔盒干了，加水还可以继续使用，比传统杀虫剂更安全、更实惠。而且老板方，如果说你买回去，你觉得效果不好，不满意。7天，不管你用还是没用，你给我退回来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多少还是了解这个东西，你们买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吃亏啊。本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它买回来，我是把我家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。不管是躲在柜子抽屉里的，还是躲在厨房卫生间里的，通通都不见了。一次性买了5瓶，我和宝宝的卧室各放一瓶，卫生间阳台放一瓶，厨房放一瓶，这下我看蟑螂还往哪儿跑。